这豌豆今天长得好茂盛呀，来点去吃。又是一大盆蔬菜，很漂亮的大白菜。等一下，这些蔬菜我们烫着吃，吃蔬菜吃到饱。蔬菜真新鲜。是呀。再洗几个猪脚和一点排骨，很肥的猪脚。这一大堆柴可以烧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休息一下去做点吃的。今天就来做个猪脚排骨火锅，烫这一大堆蔬菜吃。焯水，倒点料酒，可以了。烧油，翻炒一会儿，倒入火锅底料，生姜、干辣椒，再放点酱油。加入山泉水，盖起来煮个5-60分钟。可以了，放点葱进来，准备开吃咯。一大锅排骨猪脚就做好了，开吃咯。嗯，这劲儿爬得好，嗯，大好香啊，嗯，味道好，炖了一盘，一般情况下先炖一些，带进来，夹菜起来嘛，走吧。这葱油味道很。嗯。这管家种的菜是好吃哦。嗯，香。嗯。管够一菜园子的菜。嗯。这种菜都是有味道。嗯。因为当中蛮油的啊。要当菜就种着一点。嗯。沾点水。他去买点菜，他去买，他去看去。刚才种的菜比哪里都好吃。嗯，来，宝宝，嗯，辛苦了今天。嗯，真正好吃。香啊，哦，嗯，来，妈妈，嗯，
再见。妹，嗯，来，我给你加一个。好。放点大白菜见吗，妈？嗯。今天还有点闷热哦。今天忙得热。哎，我也是辛苦了，替我擦擦。赶紧起，还有锅。来，几个排骨。先热几个排骨。嗯，我先去忙忙。怕下雨了，要是没下雨的话也慢点。嗯。下雨了采用过的水没好了。但是水量没好。